把鞋子开，不可以破。大没大没有。回到了熟悉的位置。嗨。看看你的嘴脸。你可能还有会被曝光。好烦啊。还是坐后面好一点。不理不理，可以填 BGM 耶，晚上好呀，可以静下。你在讲什么骚话？我没有办法复读出来，对不起。咦，那可以填 BGM， 可是点开为什么是空白的呢？添加，怎么添加？随便打什么都有吗？没有。直播点要。添加本机音乐，可是我的本机音乐里面，好像只有一个剪过的手机铃声都没有。但是我打开都是在下配，我打开都没有音乐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是吗？是吧？关注主播，点个关注什么？哎，什么不迷路来？我也不记得。你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我最后还是没有把充电宝换到，只能明天去剧场换，太惨了。这是我的问题，怎么没有？主要是我电脑没有插了，没有 BGM， 添加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怪事。还有特效，什么特效？
有特效。特效。嗨，嗨，嗨，这是什么特效？对，我很中意这块黑板，是因为只有这个地方的光最好，房间那边的都是顶光。你又来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我又来了，好奇怪呀、啊，我觉得，我还是放下来，有点怪。Hello， 酷狗。你注意，你好，你好，初次见面，我是周倩玉。笑死！今天我们还在说剧场女神嘞，他们在那儿吵着说啊，喜欢喜欢，想跳想跳，可爱。应该把它垫高一点。嗯。我没有每天化妆呀，我没有每天化妆，我没化妆的时候都没播而已，就是因为化了妆才觉得化都化了，不能浪费了。嗯，倩玉是吗？俺也不知道有没有，化都化了 ，Hello。你姐，你姐是，你姐是张幼宁吗？我今天跟张幼宁一起看的，但很奇怪，我们坐的那一排后面有，就我跟张幼宁嘛，然后他的左边坐了三个大叔，然后我们看的那个片子就是那种感情片。就青春片，是以前演，是小水吧，小水演的，然后就很奇怪。日本人上海电视节老来唱歌的，哦，张少云在 B 一间，我怎么跟他去看电影？云看，可是是三个大叔一起来的，很。就让我看到那个片子里面不是有说那个朋友嘛，然后他里面几个配角那三个朋友也是说自己当朋友，然后那三个男的就很像我坐我们旁边的那三个大叔，每一哭这片子没什么泪点，就是感觉看得很生气吧，也不叫很生气，就是就有些地方还挺搞笑的。什么哟，那是那种我觉得很有点像那个我可能不会爱你那个片子吧，我之前是因为这个演员去看的，我不是每年都会看一次那个初恋这件小事嘛，然后就搜了一下这个女主，刚好哎这边也有上映就去看，然后今天我买了票就在那里说想一起去看。你 ID 不是这两天都在吗？这跟张少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指的是看电影的话，没看柯南，没看柯南。我那天直播你们不是说不好看吗？哎，是你们吗？还是说什么？我说的是你们吧？然后我就没去看，我看的罗小黑。对啊，是泰国的片子。就很青春，我觉得泰国拍青春片很会很懂，他
但是这个片子我觉得一般，就没有我想象中的好看，可能是我觉得那个配，他那个男配的戏份有点太多了，看都很烦。小 Q， 你喜欢狗狗，我喜欢猫猫。小 Q 我今天也想看来着，但是我又觉得一个人去看小 Q 会不会哭得很那个呀、啊？就算了，还是看我热爱的青春的岁月。对啊对啊，泰国的那个广告也很厉害，柯南好看啊，我没看，就因为我从小对柯南都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偶尔翻翻看看，但你让我全部追完，觉得啊好烦，因为太长了。我喜欢看银魂，晚上好晚上好，玉儿，我们家老一辈就管我叫玉儿，老伟子。排骨硬汉准备，待会儿去看《速度与光头》。对啊，那天不是有个一直问我说，你怎么不看《速度与激情》？因为我想看，我想看，看轻松愉快。对，玉儿，我是，烧鱼儿，红烧，奥特曼。我小时候喜欢看雷欧，我全套，当时买的，我印象中。结果最后发现大家都看到迪迦，就一种，我们的世界线怎么没连上？我怎么没有办法跟班里的小朋友们聊到一块？很搞笑。鱼儿鸡好吃，我也觉得，我觉得那个叫什么，是哪里面的鱼儿贼好吃？烧烤的鱼儿偶尔好吃，有些店烤的不好吃。昭和时代，对，平成时代，搞错了，开错了方式，我就说咋回事儿呢？怎么大家最后看的是迪迦？还好，说明这样跟上一代没有什么代沟。就是新生代，现在我不看了，现在就沉迷看看电影，够了，看看快餐故事，够了，没有什么耐心去追那种太长的片子。光真的很偏轻，是显示屏的问题吗？嗨，偶尔会去看看，会去看看奥特曼哦。哎，怎么凑近就这么青色？远一点就偏黄，洋红过重，是我的衣服的原因吗？现在我好红，红了。哥斯拉粉丝羡慕有剧的，不是有电影吗？前两天不是上那个什么哥斯拉什么什么吗？怪兽大战，你每天看小偶像直播怎么会无聊？我今天还问慧慧，我说你怎么一般播多久？她说她播是每日定番4小时，好厉害！我感觉她可能很有梗吧，居然可以。他说他瞎聊4小时，贼厉害。有电影，但是没有剧。哥斯拉拍剧怎么拍啊？你就捏个小人儿，然后在微缩棚里。对对对，他好厉害，搞得我现在去看他直播，每天怎么能播4个小时？他很快乐。太强了他，哥斯拉有动画，是吗？俺也不知道，我是哥斯拉。啊？你看，李慧的猫猫出现在了我的直播间里。
美版九九，然后懂了。早，早，早早早，出来唠嗑，速度，速度。我刚上去发现谁也没回来，大家都出去玩了。这只碰到玉珍，又在加班啊！又在加班。你感染了 JYN 病毒 ，JYN 是什么 ？JYN 是什么？张幼宁，是不是？对的，难怪他今天在说什么，是不是怪他？我不是跟他说，我说。完了，我刚发现我口红掉了，他就说都是他的错，可爱，先把锅自己背好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这边真的是遍地老师。你在留学？那不是有时差？安静的中心，坚决我一个人播吧。天际，因为这个点还太早了，他们还没有到点。好呀。对啊，我都是这样低的，学到了吧？就这样就可以了呀。哦，JYN。英语就喊 YYD， YYD， 你好 Y 哦 ，YYD， 还挺好听的 ，JYN， JYN 病毒，JYN 病毒，笑到我了。这边已经进去入秋了呀，今天早上我看出门19度，难道不该吗？穿一个短袖，穿个长袖，然后下面再不打个光腿，穿个泡泡袜。你是 JQY， 对啊，我是 JQY， 广州30度，天哪，好自己，好自己呢。我觉得20多度，现在这个天我就觉得很 OK， 又不会出汗，多好呀！还可以光腿，这样又可爱又不会冷，多好呀！嗯，是吗？阿喜，你不去和你怂怂玩吗？什么可爱？我没夸自己可爱，我是说这么穿可爱。我的卷毛，什么卷毛？你是说鬓角吗？那是假的呀，出汗才是青春啊。是的，我就夸自己，出汗才是青春，青春的味道让我窒息。青春的味道，你叫什么？嗯。青春，青春对你们而言是什么？是白衬衣，这个剧的话，好看吧？我本来说是拿来最近不是要穿针织衫的嘛，就应该买一些可爱的耳钉了。对，我什么都，我好看的都喜欢。不一定大小吧，但是我觉得我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不可以吗？看我的光腿。打呀，想打就打。没有。
有不理你呀、啊、呀。看，我打了，我好多耳洞，但是耳洞多了之后就会，就会觉得你不戴满吧，也就有点可惜了你的耳洞。但你戴满吧，每天晚上又摘很麻烦，所以我现在是戴圈，戴圈睡觉就不会压住两边，就不会痛了。捏紧花。哇哦，我写诗好吗？我青春应该是我捏紧话筒在发抖发言的时候吧。有心理阴影 ，ZYYYD 是并称 W 奔向，人传人 W 奔还行。你可以学猫头鹰站立睡觉，我怎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？要跳跃哦，我怎么听不懂是什么猫头鹰？我是四川内江的，内江内江也未央，下一句是吗？你们可以搜这个歌，土味 rap， 我以前是高中还是什么时候听到这个歌的，笑死了。说慢了是什么？海豚游泳睡觉。我应该划水睡觉，不是忘了分享去微博，是他没有办法同步，我不知道，我给那边哥哥说，他说是有一点问题，暂时大家都不是完全能够分享出的，就这样，就没有办法分享。昨天一起画个龙，这个还是从那个潇潇他们那，他那天一直在念这句。rap 附体，然后这个 rapper 自由泳士，我不会游泳，很可惜。我只会泡澡，戴着泳圈，穿着泳衣泡澡。你有什么特产？有 aqua 狗刨，我应该也不会吧，不怎么下水。那家的特产梨子阿库玛，还不够吗？还有再远古一点的，还有叫真什么来着，我一下忘了，一个远古前辈，那学姐不是车厘子，远古一七生还是二七生的那种远古真什么来着，我不记得。广安特产，这边内江特产，对 ，ZQY， 阿瓜，听起来像狗名，叫真什么，我一下忘了。800年前的了，你刚结婚了。我以前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上山听闻过这个漂亮妹妹，为什么看不出来是棕色的？太黑，听起来像水獭。你好，更新了吗？是什么东西啊？没有更新，我争取明天更新。没有照片发，没有照片发，又没有熟悉的重庆摄影，拍拍糖水片。没有照片发，怎么更吗？不知道跟什么，我的微博又没有认证，又像一个高仿号，发什么都没有人理我。晚上好，没有照片可以发上吗？你可以拿手机拍啊，我现在不是就拍了吗？手机立着，谢谢米汤不是汤，送的应援棒，就是那个经济姐姐有奖励，什么奖励？
孙小丽啊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是经济姐姐吼？原来你就是姐姐。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游戏太难。直播照片发微博上啊，太难了。哇，你想起来了，对，就是他，对，是挺远古的吧？你埋给我，我也不会开。你要真埋给我，我也只能拍拍照。曾玉，对，现在拍给你看吗？现在是竞拍直播间，想拥有这辆车的，就 Q1。请假？想我了还行？想我就记住川航的打折时间，记住了吗？就是多少号？是19号，我现在一个川航代言人，19号岳飞，每个3个。这个月是好像真的是挺便宜的呀，月费，你不要在背上刺个字再过来见我，证明自己是月费，你好有梗哦，有意思有意思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什么7000平的床，然后我再流出的泪水变成珍珠，五彩斑斓的眼珠。好，明天就开到剧场门前，我就体验走红毯的滋味。你还曹操嘞，一定要刺字再来见我，不刺字都不要说自己是岳飞。真的，你是曹操，那你东汉末年卖不卖菠萝？是不是有点硬核这个？这又不能点歌，如果可以点歌，我立刻就点一首。会点一首《三国恋》，你们知道 Tank 吗？是吧？晚安啊，晚餐吃啊，我晚餐都刚刚上一个直播吃的，吃多了，吃的我非常的罪恶，我觉得我现在应该直播做仰卧起坐。我吃了丝娃娃，谢谢若曦，咱不离，还有个杠，送的一个玫瑰花。我吃了一个丝娃娃和几个的那种叫什么那种什么豆腐，还有一个冰汤圆。对呀、啊，看我昨天还听了非你莫属，天哪，这样是不是有一种暴露年纪的感觉？千禧年间，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探克、林俊杰跟周杰伦，就我还没有去翻那些其他国家的东西的时候，没有被亚文化。聪明的时候，整个华语乐坛还在上升的时候，我就整天都听他们的歌。老铁点一个赞一个福，做到死为止。我看，不是应该是再怎么都一个皇冠一个俯卧撑吧？啊，哦，俯卧撑不行，我平板撑吧？哦不，还是仰卧起坐吧。我俯卧撑做不了，我做的特别艰难。我感觉是我的这种是什么发育不好吗？不是发育不就是不够发达是吧？一个鸡腿一个俯卧撑做到死，最健康的直播间是吗？我也觉得单手倒立，好，我倒立了，你把镜头倒过来，我倒立。对啊，是昨天吗？不是前天吗？曹操现在才送我，哦，你好。天哪，怎么有人会说收回的？天哪 ，Oh my god！ 你给我加冕，然后说现在在送的，呜，一个飞艇灵体上升，
然后我把镜头倒过来，就表演哭。那是什么？看一下倒过来怎么能？哎，它不能倒过来，它倒过来还是正着的。我倒过来，你们是不是得把手机倒过来？还有一首歌很伤心，叫《斗牛要不要》，是不是？虽然这一点都不伤心。哇，倒立了，好厉害！我要倒立跟大家讲话，我得倒立念你们的什么弹幕？哇，好难啊！我看，我天呐。倒过来治疗颈椎病，我们就只能倒立看了。我昨天买了一辆迈巴赫 S，哇，我居然可以倒着念字，我好强啊！哎，算了，我倒过来了，倒立好辛苦哦，我现在应该气喘吁吁，我努力了。哦，谢谢我们的排骨仔贴章送的 JKG 一家亲，看要多刷才会记得住啊。心里的话，我想要带你回家，在那深夜酒吧管他是真假是什么，是那个歌词吗？初次见面你好啊，初次见面。我是初恋，你好。野狼 disco。好的，颜文字没有办法念。有人回来了，先去看光头，等会儿录播有没有影帝票？什么光头？你下次会看我们的马哥吗？谁呀、啊？光头。光头强，啊，速度与光头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去看吧，拜拜。天呐，你们是在钓我的鱼？这话是你们说的哦，不是我说的。左边和我一起画个龙，右边，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。888。我该怎么念？我该念什么？括号，鱼饼圈圈。太难，888888。其实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，我不明白。888。不知道了，颜文字就只念他的 ID 就好了。月白商城发送了一个颜文字，爱的舞娘，我不太记得了。我今天也听说他们居然是同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亲朋好友。那因为今天听他说他也是学跳舞的嘛，我就惊了，原来这里只有我不是学跳舞的。台湾腔吗？真的，我语文老师也这么说，没有办法，我是四川分湾，哈哈哈哈，可能是小时候台剧看太多了，斗牛要不要？他们是同学，那他应该也是我们的哆啦 A 梦，应该也是跳芭蕾的吧？是舞蹈演员，哎，那岂不是显得我更加的笨啊？孙兴，他是川音的哦，也是同学，那他们都是川音的吗？对，他今天也提了，哎，多多担待一下嘛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哈哈哈哈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大家我今天也听他说，说他有翻跟头，看来，对对对，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。你是天才吗？你的语文想上哪个学校？说吧，说吧，想上哪个学校？是烤鱼，是可以。我刚刚在外面一个烤鱼店碰到了怂怂，他没有带项圈，然后在那里和流浪狗争吃的，然后还有个人家是有一只店里的猫猫去打他，他就躲。那体育大学的，真的。那你的语文还是可以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。下面接什么什么老铁双击666一波三连，什么转战评三连什么？哇，你好有钱 ，very good。语文是体育老师，我寻思你可以整个吃播，我不是整吗？可是我的吃相过于认真在吃，人家的吃播是重点在播上面，你明白吗？月白商城不断的发送，向我们不断发送了颜文字来。我的吃播重点在吃不在播，就有点吃相过丑，所以我就只能这样吃，给大家营造一个相对友好的画面。好，这个我会念，谢谢月白商城送的。CKG 一家亲，哎，这个怎么没有弹出来嘞？这个怎么只有字啊？老铁们，要努力啊，要不然这东西就得稳稳，什么意思？谢谢月白商城送的，哎，不是会有一个那个，就是会有一个小动画，是我关掉了吗？难道我还可以关掉吗？谢谢他送了3个、4个。CKG 加亲，哎，他怎么没有弹出来嘞？就你没钱吃东西，就得闻闻了。对，其实我早就没钱了，我一直都在负收入，不停的花自己曾经一阵子。啊，真的，我刚刚就是在说有什么特效啊，我怎么没看到哪里有特效？然后就不知道哪里打开关，不然不是会弄。啊，现在是不是？发工资？我后来的呀，哪里有工资啊？我还在吃大麻。不是发，他们几号发工资啊？这边是不是也是一样的？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老铁们，什么？那个什么？飞机大王走一走，好搞笑啊！对呀，我得坚持到多久啊？天呐，我还毫无会聊天，只会发言文字，没关系啊。你看他们，你看他们，没事，你就看我复读。我也是那种，如果群聊我就发表情，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真正的社长出去，即使是跟群友聚会，也会聚在一起玩手机，不知道说什么。就算这硬要说的话，就会，哎，我们待会儿去吃什么？你有想吃的吗？我在播，我在播。好好好，播播播。哇，你们买，你们也在那边玩了那个呀？对，我没有看到你呢。但是我们是下午玩的。对呀，我下午也在那。你也玩了吗？我没有玩，我看人太多了。哦，但是不多，真的。都是看热闹。哦，就没有真的去参加了。我在那边转好久都没看你们。对，好好玩，但是又不像了。可以。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就是面对面玩手机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更可能有一个人还说你要刷一个飞机大炮把门打下来、啊。对，你们怎么知道那个撞脸事件？就是上好家在那边架了个展台，好像说是怎么参加，然后就可以把你扔进去，抓了多少就归你的吧。我看很多人，每次查房还没选好地方是。嘿，你不是说找个那个咖啡厅吗？昨天说的，刚刚是慧慧跟小赖还有闪闪他们刚刚回来，大包小包，真实的富婆，跟真实的穷人。明天，明天我跟你想着吃什么哈。嗯。多少钱一次？你说上好家那个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去看，因为我忙着寻找我的丝娃娃到底在哪里。你会发个哦，那应该就是那个视频，跟大十岁岁的同事哥哥姐姐很聊得来，同龄真的说不了话。哦，你肯定是应该比较成熟。每次回答一堆，你就大家说第一个就行。对，哇，你好懂，没错，真的，就是他后面发的那些所谓的参考，其实都是给你的第二选项了。我就跟了一条，我说你要是把飞机票，我就一脚把你踹飞。你怎么踹飞？别动，我在播，你也回来了。嗨，你在直播吗？嗯。来，我加入呀。不要播。啊。讨厌。对。啊。那国庆节快到了，你会参加吗？应该没。你吃吗？对呀。哦。你吃。好了，现在要迎来直播高峰期。22万圣节。干嘛？啊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宝贝。谢谢你的发现。啊。他这是手套。谢谢月白上次送的。有人唱起了丝丝雨凡，谢谢你，谢谢月白上次送的。JKG 一家亲。你赶上了。南瓜头吓我小偶像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整个南瓜头会吓到？我觉得整个小丑比较恐怖，小丑的很，都很恐怖，鬼脸，鬼脸。我已经不会再上当了，以前就是，大家都忙着把自己画得美美的，只有我认真的在过万圣节，太搞笑，这就跟以前去那个马拉松外务是一个逻辑，只有我土洋土生婆。水雨啊？对呀、啊。我的重点在恐怖上面，大家的重点在美丽上面。我说我一掰掰就散了。我太年轻。哎，我这个手套掰怎么着？土样，土生货啊。还可以。对呀、啊，不是我万圣节吗？气死我了！我要画个裂口女。看鬼脸才能，妈就吓到了。我想知道你发这个颜文字的那个输入法呀，俺也想当当颜文字的。这样我不知道写什么微博的时候就。拿什么写？就他是专门的一个。书法吗？还是说，我看见搜狗的是说的是让我自己复制粘贴，然后添加到他那个特殊什么里。对，手机也可以打吗？怎么打出来呢？还是我得选出框自己去摁？颜文字书法哦，哇，你们好萌啊！
天哪，你好过分。你妈没有暴怒吗？哇，你这个好可爱，这个爱心，你可以私信给我吗？我拿去存下来。讯飞书法，我就是用的自带的。满院子黏鸟可爱的画面，你应该多打一些空格在前面，他的脸才是齐，不然他都只有一半。对，你多专业，你看，看看人家发的颜文字，然后待会儿整个都开始发颜文字，我就只能。骑上树还行，那你这个体力还可以哦，有点麻烦。颜文字就是什么尬聊所有的救命稻草，没有了表情包的我就更不会讲话了。比如现在如果你们不讲什么，我该如何展开我的 MC？ 要不你们说点什么我再来说。你们来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话题，上访谈节目，我是鲁豫。啊，真的吗？哎，我不相信呢、欸。你讲的我都听不懂，我也只能这样。啊，わかるわかる。有三年，我建议思谦去了。我建议思谦去了。我拔牙去是吗？我不知道发什么呀，而且没有什么内容产出的话，只是发自拍，我会觉得
是麻辣奈，而且我又不是那种自拍好看的类型，我要是像小菊前面那种，我天天发我都不腻我。我没看过，我不看。不怎么看这种类型。文艺一点的自拍，主要是我对我自己审美疲劳，我只能审自己的丑。文艺一点，我想，我也想最后产出一些有看的东西吧。那主要是现在还没有这个文案啊！你不要靠近我，松松，你出去舔过其他的东西，不要靠近我，谢谢。走开。主要是我整天在中心，这里也没有什么风景。真的，三年，对吧？两年，对，我要增强，我拿矿泉水，我现在选出自己的自拍都很难。我觉得都不好看，是吗？没事，都是，大家都是新的，我就是阿塔拉西。Hello， 俺在这里。2018，你今年入坑，晚餐。对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我还特意把我之前做的其他的粉色拿来擦掉，换着这个，因为我那天出去不是跟他们在 Life 那边逛街嘛，然后他们就看到起来，我就买到这个了。谢谢 Mokiki 送的应援棒，对，我很喜欢这个颜色。Tiffany 的话会绿一点点，我喜欢再蓝一点点。没有。他会做菜吗？我只知道闪闪会做土豆。谢谢你送的，谢谢杨雨欣的妹妹送的应援棒。他们现在，你可以问他，我问他什么？我问他，小老弟可不可以给我做顿饭吃？对他们好喜欢做菜，好了。那天哥哥在笑说，厨房里怎么放的全是土豆？对，养鱼爱好者。我老家是内江的呀，就四川的。感觉就是那表情，是啊。为什么？是东北人都会吗？我只喜欢吃锅包肉。可是我不会。俺也不会，俺只会吃。不是，是他们在学。我也不知道是学还是吴学宇在学。啊，是他在学。
是学狗叫，一起家里叫叫叫。看，慧慧开始播了，我们最会聊天的成员。学起来，叫，一给我的叫，一给我的叫，一给我的叫，一见我就笑。大家好，我是龙虎叫姐，龙虎土家军，不是，我觉得是吴宣宇他们在逗陆虫虫。必要姐妹，给我的叫，给我的叫，给我的叫，然后一见我就笑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海燕呢？真的，海燕，啥？海燕是谁啊？发出了长胖的哀嚎。现在我也应该发出这样的哀嚎。不是我在学，我发誓，我是学的叫叫啦。没有看过我们家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什么兄弟们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宋小宝是谁啊。走开走开，宋宋不可以舔我，打没打哟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是狗，是两只柴犬。好，也不小了吧。我昨天被他俩抓了那么长的口，比这个还长，气死我了！本来光腿，然后一回来，谢谢杨雨欣妹妹。哎，你中间怎么没有了的呀？你不是杨雨欣的妹妹吗？送你一个音乐吧。走开走开，不要靠近我的。柴犬捏脸可爱。这是什么爱的魔力？转圈圈，想你的心花怒放，还有，嗷呜嗷呜，你怎么知道他怂恿叫起来就是嗷呜嗷呜？怂怂以为自己是一匹孤狼，没有事没事在中心里瞎叫唤。突然想讲一个段，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讲。你们知道现在上什么吗？现在就像附说了我，这不就是你发的那个演文字？二号还有狼狗是转学狼。可是这只柴也以为自己是一只孤狼，于是他早上，要么他就以为自己是鸡，公鸡，早上来打鸣。
那么能吃了，因为气候决定，历史决定，生长环境决定，对，没错。就因为我吃辣，所以长得挺好。没有，抬举抬举，都是大家给我带了滤镜。没有吧，我长得很亚洲啊，很亚，精神四川人也不怎么能吃啊。难道是看了我之前那个 AI 合成的老年证件照那个是吗？精神四川人不能吃辣，你也配？得多锻炼锻炼。精神四川，你得四个字，然后岳飞。还是个东西。火鸡面。我觉得我中毒了，我每天不吃它，我浑身。我有段时间也是，天天吃。没有，我没有下过抖音。我是一个，算了，不说了。火鸡面好吃啊，不辣呀，吃嘛，甜甜的，多好吃。伤心的人别急忙的。当当当。你想听吗？我看伴的。看什么？看乐队呀、啊。啊，你看乐队？乐队夏天吗？月下有看，但是其他的节目就不看。对啊，这不辣，吃吗？后面的黑板，黑板，跟他们涂鸦。今天深圳那边有一家沙拉，他可以点那个火鸡面的辣酱，从此刘醋汁再也没有点过。我没有，你们都看过那个什么浪老师、啊，没有下过，不明白抖音的世界，我太土了，土味女孩。那个浪老师、啊，俺也不清楚。是，没有吧？我有一个朋友，新疆人，然后他也很菜呀、啊。四川去那边开火锅店就开垮了，去新疆开火锅店、啊，因为他们喜欢吃精油，我有新疆朋友说的。新疆得开烤肉店，新疆开烤肉店你怎么外来烤肉肯定会被捕血，我觉得就烤羊肉就很好吃。谢谢你送的 IDF 七十元吧，杨欣的妹妹。馕还可以吧，你有些时候下那个炒鸡的时候还行，是单吃太干了。那个羊肉手抓饭也挺好吃，羊油炒饭也挺好吃的，还有，但他们大盘鸡我觉得
改良过的好吃一些，可能是我川话。那个奶皮是真的好喝。对，囊要配肉吃。苹果木烤猪肉串，啊真的啊，我看着这个就觉得好好吃。毛肚，牛啊，新疆瓜果，对对对，之前去那边玩，从葡萄干吃到爆炸。对啊，我在重庆，在重庆，在重庆。阿贤，请走开，不要觊觎我的美食。黄喉是不是动脉血管？黄喉好吃，又不是有四个味。要不要吃东西？他为什么要吃那个地皮呀、啊？他分了。我没在学校，我在重庆的中心。黄喉就是喉咙管，是吗？但好吃、啊，还有那个牙根，猪的喉咙。什么什么我的？狗，怂怂在发疯，怂怂在抠墙角，就有噪音。我吃啊，为什么不吃？水煮肉片，我妈做的，辣爆。在中心，在心中，馋我还好吧，我不饿啊，没有什么馋。吃猪肉片有点辣，那肯定，不辣就不好吃，就是要辣爆。Yes， 恭喜你回答正确，加十分。过干锅肥肠吗？我吃过三杯肥肠，但是我不会点干锅肥肠，因为我觉得除了我妈洗的，别人都不会洗干净。我很少在外面吃那些，我觉得很恶心，很达不到我要求的清洁度。三杯肥肠就算是干锅肥肠。大耳朵佛，蒋涵戴的那种才像大耳朵佛。他参加月下的时候，那个马赛克打了巨大耳垂，我妈还说他耳垂怎么这么大。对啊，肥肠在外面吃好恶心哦。我只吃我妈做的，基本上是好。我是不会在外面主动点这个东西。卤的肚子嘛，吃过啊。我的室友是，潇潇跟甜甜，每次吃都会。对啊。来蘸干海椒，好吃是好吃，但是我觉得外头真的都不干净，这种在吃。感觉，猪耳朵，对，一定要是那一节，就没有其他肥的地方，就这一节。但这不是猪耳朵，这节比较好吃，然后再蘸辣椒，辣死我自己。
骨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耳软骨的那一侧，你看着回吃。兔子肯定好吃啊，我爱兔兔，吃吃吧，烤兔绝了。哦，对，反正我是不会碰那些东西的，我就觉得不是毛孔，是我把泡泡袜拉长了。鸽子肉还行吧，我喜欢吃兔子。鸽子肉主要是肉没有兔子多，懂吗？你怎么把，你是改名了吗？还是你的小号改成这个 ？LV 应该是你小号吧？零商商商什么？离自贡是离自贡，但是是自贡不是自贡。那边冷吃兔也挺好吃的，对，冷吃兔也挺辣，我就是辣子兔嘛，我妈还给我寄了好几包过来。嗯，可能是比较辣，但吃嘛不辣，真的。不良传说是什么？是乐队吗？待会儿十点钟我就关了，洗澡睡觉，懂吧？我一万年没有吃过老干妈，猪蹄，为什么吃不了猪蹄？猪蹄挺好吃的呀。我觉得猪蹄比肥肠好些，猪蹄拿来烧软了好吃，来蘸辣椒好吃。谢谢超甜的残言送了一个巧克力，雪豆炖猪蹄好吃，反正只要它很软很糯，然后再蘸干辣椒，都还挺好吃，像米一样。太迷了，我是迷惑。你要吃我东西吗？我吗？嗯，没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刚吃了。对呀、啊，老妈蹄花，东航，24小时营业，丁太婆蹄花汤，蛇肉，告辞了，蛇肉。我吃过一次，算了吧，我心里过不去那个。斗胆问一句，你是广东人吗？是不是拿蛇煲汤？酒店都没有行为，酒店还卖蛇，还卖蛇，请假。四川的，可为什么？我没有查过，过于猎奇的东西，查不了，查不了。
Olay。我觉得 Olay 翻译成这个是最合适的。穿山甲。好厉害。谢谢。是。我不知道，你问的问题过于。可能是 CKG 某成员画的。差距这么大。没有，我在中心，这是中心的黑板，不是学校。在学校怎么会在教室直播？那得多羞耻啊！停机了没？真的吗？那我还有五分钟，我就成功了。我上周就上了过眼了，再上一周也上过。教室直播真的太恐怖了，我想想都头皮发麻。让同学一人播一会儿，哈哈，解决了，真的可以让同学一人播一会儿，这真的太羞耻。是传给辅导员。你难到我了，我就是说我要下播了。还有，我要凑整，还有两分钟。飞机的声音。我听到火箭的声音了，给你赶上了最后，你是不是在车底？终于赶到了现场，然后看到我手握的香槟。
成都啊，谁都。你就彻底睡着了，我也快睡着了，其实。我眼皮打架，拿了个眼药水。你刚下班。站，走开，不可以舔我。走开。走开。不会的。啊、你好。阿姐，阿姐，乖。怎么乖？我不纯洁了。走开，巴西！不要拿你舔过的嘴。巴西，过来。他太饿了。乖。吃一口就倒地了。平平平平，是平平的当新手。